炸物夹怎样才能有所入菜，到底是用面粉还是用淀粉，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今天用我这个方法，放凉了也不会软。做好了肉馅，放葱姜，打入一个我刚下的蛋，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，再来一勺淀粉，搅拌均匀。肉馅调好了，再把料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取一点肉放在莲藕中间，加上藕片，准备小四分钟。一个粉条的薄片才是酥脆的关键，加适量的水，调成肉拉丝的美妆，再加点食用油，搅拌均匀，加出来的蒜蓉，将莲藕裹上面糊，又煮油焖下锅炸。我每天都过得不错，我太感谢学会了能够回馈社会福利的香，非常感谢。今天用小火炸，加点柠檬酥脆，是哪个男的呀？做出光。